一型的一个视觉动线哦。威猛的雄狮一跃而过，代表统一企业与球队核心的 U 字，也象征着我们狮队将以积极和决心的态度呢，不断的突破自我与各自的各种挑战哦，想迎接崭新的纪元。那大家可以仔细再看到，其实我们整个队徽的设计，远看其实就像一个奖牌的一个轮廓。那这次以这样的轮廓作为设计基础呢，也是期许着我们球员们能够以这支充满恢宏历史的球队为骄傲哦。那这次呢，我们用这样子的全新视觉设计，能够更加明确的传递出我们统一狮队。